节气息越来越浓厚，今年来听些不一样的耶诞音乐。 VOX 玩声乐团和 Sirens 蓝色警报两支阿卡贝拉乐团共同举办耶诞趴，演唱多首经典歌曲，悠扬温暖的歌声让歌迷提前欢度耶诞节，全场嗨翻。入围今年金曲奖的 VOX 玩声乐团由六个大男生组成，他们从古典跨界到流行音乐，唱出现代 a cappella， 诠释丰富多元的曲风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VOX 玩声乐团。这一次第一波专辑，我们就可以跟有机会跟清风合作，然后整个制作是由李寿全老师来帮我们制作。那中间包括混音啊、编曲，还有一些跨国团队的一些配合，其实让我们这一首主打歌还蛮丰富的。玩声乐团是台湾第一支以 a cappella 为职业演出的团体，并连续两年受侨委会的邀请前往美国、加拿大等地宣慰侨胞。因为当地的侨胞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直接的听到来自台湾的音乐，然后他们透过我们的歌声其实跟台下之间有很棒的共鸣，他们其实在台下是跟我们一起唱，然后有些人听到我一些歌曲，他们会想到家里的味道，然后就是他们内心可能就会记起他们那种澎湃的感觉，然后台上跟台下那种互动是非常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Sirens 蓝色警报。成立已五年的 Sirens 蓝色警报乐团拥有丰富的即兴创作能力，演唱曲风包含摇滚、爵士、抒情及轻松小品等。最特别的是，他们将舞蹈带入阿卡贝拉中。对，那我们团比较特别，跟大家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加入了舞蹈，就真的是边唱边跳这样子。跟因为其实阿卡贝拉在演唱其实就有一定的困难，现在其实加入舞蹈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难上加难，也是一大挑战。我们也希望这可以一直成为我们的特色。两支 a cappella 乐团在耶诞前夕相互飙歌，借由单纯的人声传达对音乐的坚持，希望歌迷能够聆听到他们的用心。装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